接下来进入我们第二个篇章，成。接下来有请东西舞台的荣耀助战。有请岳父令出场。这个升降可以再慢一点吗？对，显得我们的气势垮了。大家好，我们是东西舞台。是的，我们先一起互动一下好不好？我说东，各位说西好不好？东东。是的，我们舞台就是要给你点东西听听，好吧？嗯，没错了，咱们一会儿啊表演的这组啊叫 V 五乐队，他们是一个四个人的非常帅气的组合，因为他们每回过安检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他们帅到爆炸，然后很垮了，对不对？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他们就是舞台上不仅是帅气，而且今天在我们的中国潮音能够带来特别威武的音乐了，是不是啊？我们在威武演出之前，我们一块互动，比如威武，好不好？我说威，各位说武啊，咱们能一起给威武打打劲儿，好不好？来，三二一，走，威武，威武，感觉你要升堂啊！真的好像，这都想出来。他们也太有综艺效果了。哎，这个 A B 两组就是我们主持的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冷静派以及激动派。现在有请我们东西舞台的威武乐队带来荣耀。还有口演荣耀这首歌更具我们乐队风格一点的这么一首原创歌曲，总需要别人沾脸，这我们两个应该再往这边挪一点，让他出来，太近了，哲宇有点倒，然后再宽一点，然后让哲宇能出来，对，然后同时也不会挡住后面。Okay.薛之谦老师跟大张老师那时候也交给我们任务，就是要炸起来，要炸。音乐是主观的，所以他们投什么都 OK。嗯，但是我们要拿出我们不怕的气势，因为我们这组肯定赢。这是那个薛老师跟大张伟老师给我们的信心。那不是我们这组啊，是我们这个阵营，我们大队。
准备迎接自我改变时刻，提醒自己始终完整，多屏住秩序磨练，就算眼前唯一那条路铺上了尘灰，无法被清楚的看见，形成的形成那终将会出现，与我肩并肩迈入决战的黑夜，射开太阳耀满的双眼，翻开义无反顾的信念，把心流动斑驳的照夜，心荣耀结局就在眼前，射开太阳耀满的双眼，翻开义无反顾的信念，把心流动斑驳的照夜，心荣耀结局就在眼前。现在开启投票，快赶紧投票！我觉得他们票应该挺多的，因为很冲。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舞台，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投票。自带影响。虽然说我非常认可他们的舞台表现力，但我会认为说他们只是在本来他们的摇滚曲风里面加入了一些中国风的一些元素，他们只是一个往前迈了一小步，会让我觉得离国潮还差那么一点点。因为唢呐在摇滚乐当中的适配度，很多前辈已经试出来的，是验证的 OK 的。我希望年轻的摇滚乐手有更多的大胆的想法，更放手去做，不要还那么束手束脚打安全牌。投票通道关闭，请威武去往乐府令的舞台区。谢谢，哇，好棒啊！我们鼓手今天还那个 rap 来的是吧？是，因为我们很少能看到一边打鼓，然后中间还会 rap 的这种安排，对吧？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没有，就尝试一下在鼓的中间加一点，就是比较侵略性的一点说唱。那来到我们中国潮音之后呢，然后本身对中国潮音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其实我们来到中国潮音这几次舞台，也尝试性做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音乐。然后我们在这一次有幸能够和薛老师还有大张伟老师一起给我们很大的建议，就是先别想着去做这么多，你要先让大家听到真正的威武是什么。所以这次舞台我们就选择用我们自己的原创，刚才的演出就是我们最想说的。好嘞，那我们就掌声再次感谢威武。谢谢各位，都投票了哈，四位就可以去休息了，谢谢啊。嗯，演得好吗？感觉？我觉得还行，至少气氛啥的，但是有点嗓子没有完全开，有点可惜，就是。但还好，尽力了。哇，好热，好热，好热！觉得能拿多少票？能拿随便。满分是几票呀？180。180，那就拿180吧。啊？我觉得应该可以。120。别嘛，180嘛，180是不行的。荣耀归来，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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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太帅了，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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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脱了啊！各位加油，各位加油！恭喜你们！有被帅到，有被帅到！真的假？完全是不是场面话？不敢眨眼，真的是场面话，完全不敢眨眼，不想错过每一个镜头，太帅了。宋雨桐呢？
不是说马上就回来吗？我再去找找他。太香了吧！原来自个儿啊，走在这儿吃好吃的了。来来来，给你也准备了，一起吃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怎么样？香味扑鼻吧？嗯。好面，好音乐，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就要这个味。再来碗吧。嗯。接下来这首歌的表演是一个原创作品，那是宋雨宁自己写的歌。好，三声。雨宁啊，也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要涉及男生和女生，因为他有重新改，一个是这首歌本来就是写上面就很短的时间，然后写完了再改又是非常短的时间，但我觉得真的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以及这个作品我们自己听的时候都特别喜欢。高姐，东方，东方，高姐。A 组也很厉害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组也不差，就是不好说这个事儿，风格不同，那到时候就我们就到时候台上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位年轻的原创音乐人，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作品。
仿佛无声送我的生命都有。恭喜你写的词说出来还挺好的。他是语文课代表的。谢谢宋雨宁、池喜彤。投票通道开启。大家好，我叫宋雨宁，我是一个写歌的原创音乐人，之后我会继续努力做好作品带给大家的，我们也会已经努力了，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谢谢。我觉得我们努力了，希望大家投给我们，谢谢。很中二，比你的好，多有文采啊。今天的这首歌《三生有幸》，我也觉得我们是三生有幸听到了这首歌。三生有幸，不问春秋，很有内涵，很让人反思。宋宁的创作还是一如既往的打动人心。三生有幸这首歌我没有投票，我是觉得就单纯是它在旋律和歌词上面我没有特别大的共鸣。时间到，投票通道关闭，两位去往岳父令的舞台。这个里面其实你们有一些剧情的设定，我看是谁设计的？其实这首歌就像中间我引用的雨果的那段话一样，所有的果实都曾经是鲜花，然而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能成为果实。所以说，不过至少它曾经美好过，不是吗？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觉得宋雨宁是一个，我们在选歌的时候，他有连夜当天写一首歌，然后用一把吉他弹给我们。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对节目那么认真，那么有热情，所以我突然就很喜欢他。石启彤呢，是他在之前的节目里的每一次回答问题或者跟大家交流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吸引我。如果大家等看节目的时候去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可爱。对，然后我想说我们那个群啊，我们刚开始说曲目的时候刚说完这件事情，然后当天晚上雨宁就往群里扔了四首 demo， 有两首是重写的吧。对，真的非常非常努力，所以请大家多多的支持他们，谢谢。我们现在把舞台交给东西舞台。今天表现得很好，真的，我要给你点赞。我哪次不好了？今天尤其的好。真的吗？那不是被你骂了吗？开玩笑，开玩笑，没骂我。其实上学的话也还是有点压力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搬回来一些嘛，毕竟薛之谦老师在这一轮，你这种压力其实相当大。终归于好。 OK， 太好了。我们说背靠背，你也不用把所有的力量全靠在背上吧。我感觉我唱完首歌我是驮着你背了五分钟。辛苦老师，辛苦老师，加油，加油，加油！顺利吗？顺利吗？顺利，顺利。下面要上来这位歌手 ，Oh my god， 太深情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把我们最大的热情献给我们的薛之谦，对不对？还有我们的潘虹，希望各位敬请期待这首歌，叫做《变废为宝》。它里面散调，它很难散调，是挺比较难的一首。我挺轻松的这一次，就是都是薛老师在弄，最终然后我就收到歌曲，我就学歌就好，就很有安全感。你会拽着我逃跑，因为是男女合唱嘛，然后薛老师就是一边又要照顾到我的 key， 然后其实有转调的部分，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唱到对的位置上，对，然后就
还挺慌的。那个调你能唱吗？前面。希望我能。那就你唱前面，你唱前面，我唱后面，一人一段，还是怎么地？还是随便你想想怎么和怎么和都行。看蓝雨，看极光。行吗？如果你实在不舒服，就把它调的换过来，我都不介意啊。就从现在开始就变女调了，我都不介意。一开始搭个低的，最后一遍搭个高的。那行。对，但是我还没练，我得先练练，我怕我好搭啪了。看极光，鼓再给我出来一点，稍微安静。这首歌人声再贴脸一点，再稍微贴脸一点。薛老师也说，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在唱上有困难，他会就是我的舒适度，然后去做。而且整首歌其实薛老师都是在希望我能够更加的出彩。我们是坐着还是站着？我觉得坐着挺好。坐着好像挺酷、对，我觉得坐着、坐着好像挺酷的，舒服一点。就感觉一开始是娓娓道来。对，两个人可以角度有点、或者这样躺着呢？有点 too much。感觉薛老师会是一个很暖的人。哎呀，完美。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就会把你忘掉。
不必重归于好。开始投票。大家喜欢我们这首歌曲的表演，请给我们投票吧。谢谢大家。谢谢。这首歌曲其实之前是听薛之谦老师唱过，潘虹本身呢，她的声音又有一种古典美，然后把这首歌曲就变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东方。这个歌就是应该活在人们耳机里，重复100遍的那种。时间到，二位，来，您先上来，走，哎，少女用接一下哈，哎呦，你看看，真是绅士，哇，啊，来，哎呦喂，潘老师唱的真好，哎呀，薛之谦这还行啊，没有，都特别棒。崔老师这首歌是等于是之前发行，但是他唱的很少，对吧？不是唱的很少，是没唱过，今天是首唱，没唱过，第一次首唱了。因为今天遇到了 vocal 大神嘛，你知道 ，vocal 大神我们的潘虹，我想，哎呀，这首歌没有一个合唱的版本，以女生为主的合唱版本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的荣幸，我的荣幸。哦，很紧张啊。之前我们在群里，我们有一个大群啊，就是说大家谁跟谁合作，潘虹老师特别想跟薛老师合作。为什么这么排挤我呢？不存在，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么想跟薛老师一定要唱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啊，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薛老师，还有薛老师的歌，对，然后非常感谢这一次有机会能够跟薛老师合作，对，而且还是这个等一下。是什么呀？干嘛啊？有点短路了。短路啊！我还在紧张中，我感觉。你就说这么着吧，你就说你最开始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怎么去理解它的？你就怎么样，你想象这个舞台应该怎么演？曲老师慢慢的走进你，你平时那么喜欢的一位歌手走进你跟你合唱，就投入了。啊。救救我！好的，祝你生日快乐，好吗？是的，一切顺利。每一天都能好事要发生，感谢身体健康，谢谢，期待你的下次光临，谢谢，谢谢大家。啊，注意保暖啊，去吧，哎。我觉得就还是太紧张了。你的戏也是很棒的。不知道在场外听。挺好的。潘虹美到词穷。本节目由外星人电解质水冠名播出，补水喝外星人电解质水。本节目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联合赞助播出，潮就要这个味。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个作品是由音频怪物和红果果两位给大家带来的一场古风的盛宴，留给我了。好的，这两首歌，一首叫《情诗》，一首叫《倾尽天下》，那这是两首作品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呈现。对，好，让我们来期待这个作品。音频老师和格格，我们的那歌呢，就是古风圈比较老的经典的两首歌。是当初选这两首歌呢，这种融合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因为这两首歌在于广大古风圈的这粉丝心目当中都是比较顶级的、地位很高的两首歌，都是觉得是经典中的经典。
情诗我觉得应该对于古风圈的朋友可能是种回忆杀。要哥张嘴唱情诗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那你跟那个河图合唱过吗？从来没。没有没有，就是 KTV 算吧。是。这次通过这舞台能把我们这个古风圈的这两首相对经典的老歌呈现给大家，让更多没听过我们古风音乐的人能够听到，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感觉我等这个舞台等了三期了。过去。
这才是真正的妖歌，上一场就被我们带跑偏了。谢谢音频怪物红格格，投票开启。感情铁不铁？看看我们格格姐。感情深不深？看看我们妖歌亲。万水千山总是情，给我们投票行不行？相亲节目呀。这首歌曲其实是把两首就是已经非常喜闻乐见的古风歌曲进行了一个结合，给人一种更大气的一个感觉，好像有江山有美人有帝王的气息，赢了陪你君临天下，输了陪你东山再起的这种感觉。虽然这两个已经是市面上非常受欢迎的，可以说是公认的经典的古风歌曲吧，但是一是来说，我觉得他们在表演形式上没有给到我很多的心意。投票通道关闭，谢谢，谢谢大家。其实这两首歌是古风的两首经典的作品，但我觉得我想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因为这两首歌的话，一首是妖歌的情诗，还有一首是河图大大的倾尽天下。我相信很多喜欢古风圈的朋友都是听着这两首经典作品入坑的，所以说今天也是特别荣幸能够跟妖歌一起把这两首作品融合起来。这首歌呢是我跟河图的结合体。就是朋友们伙伴们都很喜欢这两首歌，然后正好有这个契机有这个舞台，然后把这个两首歌捏在了一起。不过也是跟河图也是商量了一下，他说没有问题，具体的是不是真是不是假你们再去问他。妖哥咋还紧张害羞呢？这好多音乐人都是比较腼腆的。昨天本来想要说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走位啊这样的安排，但后最终他们还是决定说，就像很诚恳的很简单的把这两首歌好好的唱给所有古风圈的这个粉丝们听，就希望大家能喜欢，请大家多多支持吧。好，那我们这一组成的部分已经表演完毕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加油。美美美，加油。好，咋样？还行。第二个章节成，表演完毕。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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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实验数据在我手里，给大家做个汇报。东西舞台，变废为宝，媒体投票，21-2获得42票，观众投票68票，最终票数为110票。我们的乐府舞台，《三生有幸》这首歌，媒体投票19人乘以2获得38票，100位观众投票60票，所以加起来是98票。东西舞台，荣耀媒体投票16人乘2获得32票，观众投票68票，最终票数为100票。乐府舞台，琴师加倾尽天下媒体投票11人乘以2获得22票，观众投票56票，最终票数为78票。东西舞台，两首作品的总票数是210票。乐府舞台，两首作品的总票数是176票，所以最后是210票比176票。国潮演唱会上半场已经结束，启和城两个篇章目前两个舞台相差44分。再次提醒各位，启程转合四个篇章的总积分决定最终的胜负。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辛苦了，哎。威虎，威虎，威虎，连续落后两轮，你们后面是什么打算？就感觉他们把最重的炸药包已经丢出来了，然后后面就是轻装上阵了。那我们还有我们，对吧？我们的宝，所以就还好。我们当时其实选这歌的时候就说了，就说我们老段这个歌是拉票的歌。了解国潮演唱会台前幕后，上微博参与乐府生活 PLOG 互动，大家可以带话题发微博向节目组或乐府令提问，我们将从网络征集的问题中随机抽取网友提问，请乐府令来回答。接下来有请硬糖少女303西林娜依高带来中场表演秀 Mirror。Thank you.
截止目前，我们国潮演唱会的上半场起与成的舞台全部结束，接下来我们两组乐府令即将开启转与合的舞台竞演。红狼，这首歌要是我唱的话，会让你知道什么叫连续过肩摔。我奶奶教会了我很多民歌，歌词写的也很可爱啊，好玩好玩啊。哦，薛这张脸真的是。对国乐有非常强的那种精神追求。他们真的是我在潮音的舞台上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宝藏的乐队，我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我们的舞台竞演全部结束，现在我来公布淘汰名单。经过老师的考虑，即将要离开舞台的是，来了来了，已经聊上了。老师们好，咱们节目越来越棒了，对不对？开始上肉了，哇，太棒了。Hello， 你是芋圆之夜被狼给撕了还是怎么了？就。人就这样的时尚。你们自己演唱会觉得最特殊的经历有吗？票价高空走钢丝，我在那儿弹琴，有一追光打着我，然后我完全受不了那个光，因为就很亮嘛。然后我有一个对讲和导演，我把这灯关了，排练完了下来，韩阳弹贝斯说，东哥有一首歌你为什么突然嗨了？快来优酷搜索中国潮音，点击进入专题按钮，参与看选手视频卡得限量福利的活动吧！累计点亮视频卡张数达1、5、15、25、38张时，即可解锁对应宝箱，将有机会获得中国潮音创意周边、玉楼春手办盲盒、礼物香薰礼盒、国潮限量笔记本、背包等精美福利哦！快来观看选手视频吧！这里是追光吧第一轮竞演，生命之光的竞演现场。好猛啊，这舞台绝了。杨洋会不会赴阿星的那个约？对，不知道下一次再看敖海。我都不知道我们下一次见面会是什么时候。看不到男人的表情。品潮音，爱国风，来酷狗国风新语，登录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搜索中国潮音， pick 你最喜欢的国潮音乐舞台，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 QQ 浏览器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百度搜索中国潮音，看更多精彩内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音乐有爱更动心，上手机天猫首页下拉抢中国潮音专属优惠。
天哪，你知道吗？我们去每个房间，你是这里面最真实的。去迪士尼买的玩偶，骑车自己去的。他是想从秦皇岛骑的。真的假的？对。这就解读通了啊！对，张曼玉啊，啊，林青霞呀。你的热爱正在热播。